如何申请？申请呈现社区学院，开启绚烂多彩人生。访问您属意的社区学院网站，点击申请，您随即会被带入加州社区学院申请页面。在此页面，您可以根据提示为自己创建一个加州社区学院申请账户。之后，您需要回答一些问题，以成为社区学院的学生。请准备提交以下资料：电子邮件地址、社保号码或者纳税人识别号。如您无法提供，那也无妨，这并非必须。电话号码、您的住址。如果您尚无住房，请勾选相应的选项。个人信息，比如您的教育背景。一旦您的申请得到受理，社区学院将会与您联络。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或预约支持专家，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futurebuilt.org。